好，中午好，有人吗？有人吗？进来咯，进来，进来，帮我们分享。是，哎，来，我们分享先，我们分享先。今天呢，我们提早了两分钟，因为我们迫不及待要开这个直播了，因为我们是突然间哦才想到的一个游戏，然后是我跟 Nancy 也是第一次玩，因为第一次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哈哈，来了来了，进来了。谁是第一个？不懂哎，不懂是谁第一个嘞？有吗？有谁？谁是第一个？啊、哇，又是改将 啊！哇 ，very support 啊！对 ，OK OK， 来进来进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帮我们分享，帮我们来宣。是，来来来来来，我们今天提早了一点点，可因为我们今天要玩游戏 ，OK， 这个游戏是我们两个人 last minute 哦。才想到了，对，因为我们觉得哇，第一次玩玩这个比较刺激、哦，我们一定要刺激一点，对 ，OK。朱迪错，下午好，来了，丽丽和姐姐来了，帮我分享 ，Hello， 杰西的，哇，今天 Nancy 穿得很美哎，你也是很美啊，你穿得比较美，这个我也是有嘛那一天，我有穿去拍照，对，不要分享。夏南哥，你不可以不要分享，你不可以不要分享哦。我不要。来了来了，嗨，林碧坤，嗨，雪妹， Hello. 来了，全部人来了，来，快点帮我们大大力分享 ，OK？ 帮我们分享，我还没有分享，等一下哈，我一直讲话讲话，可是我还没有分享。Jackson Wong， 林碧坤。谁谁谁 ，Jackson Wong 来了哈 ，Jackson Wong 来了 ，OK， 来来来。帮我分享啊，分享到世界各地咯，谢谢你啊，谢谢你们。OK， 我发去这一边，然后呢再 share。你们吃饱了吗？吃饱了来看我们直播。Patrick 丹，他们一定要先吃饱嘞。正对，刺激的直播，哎，刺激的游戏。OK， 我先 share 去那个 group 先，美女我来了 ，Hello，Hello， 谁呀？那个 Patrick 丹 ，Hello， 珍珍来了。真真来今天我们就有一点默契哦，所以两个都是冰卡乐的了，今天有点默契了，终于啊，终于啊，来到最后一天了，终于有默契了。因为你想到是明天是十五岁吗？所以穿这样明天是十个吗？对，大家可以下线了，什么大家可以下线了？我都还没有卖东西，我们都还没有玩游戏。Hello Francis 来了，中午好，两位美女 ，Hello 空川丽。来了啊 ，Jasmine Dong 也来了 ，OK， 来，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再 share 去 group 那一边啊，帮我们大大力的分享 okay, 分享 ，OK， 哎，现在很流行叫宝贝们，不可以不可以，看他们叫宝贝宝贝帮我分享啊，宝贝分享，虽然我没有哈、啊、几百千养你们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copy 人。我们做直播吗？都没到、啊，不可以一直讲人家。很多、啊、很流行、啊，很流行的句话嘞，是一种什么哈、啊？讲讲啊，一种潮流啦，潮流啊，宝贝，宝贝，帮我分享啊，宝贝，宝贝，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没有那种，我们没有那种像他的样子哈、哦、啊，我们叫了有点怪怪这样子。宝贝，宝贝，亲爱的宝贝，哦，谢谢你们，谢谢。哎 ，Rory 少，你进来了哈，我捉到你了啊！称呼宝贝，宝贝，进来，进来 ，OK， 进来，我给你们红包，没有啦，红包啊，红包而已 ，OK， 有啦，红包呢，红包有啦，红包有，红包纸啊，对对，红包纸有。然后来，还有谁？还有谁进来帮我们分享？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玩过的。期待啊，你们期待，我玩期待了，因为跟你玩嘛。哎呦，笑死了！哎呦，康弟来了 ，Karen 也来了。你有讲话温柔一点。嗯，哎，他的哎，他的那个白灯哦，不是每一个人哇，这灯光哇，很有讲哇，很那个嘞，出来的很 sexy 嘞。然后听讲哦，他好像是我翁涛那边的人嘞。不是吗？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讲人嘛？哎，直播不可以乱讲人，好像是啦，好像哦，他好像是 Alastair 嘞。好像是是吗哈 ，Karen 你好 ，Karen 你是 SB 的人哦，他是不是SB 的人啊？他好像是哈，叫我宝贝温柔一点，宝贝宝贝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啊，你有大 G 吗？我没有大 G 啊，我只有小 G 啊，小 G 在这边。大 G 是要很大的嘞，对 ，OK， 大 G 小 G 耶，我一进来你就叫，对哈，我老哎，加辣嘞，我排水我都不敢，我都不敢讲，宝贝，你的衣服有一点窄啊。
宝贝赚不够多啦，衣服买不够大件，然后只能买 S size。因为要买大件比较贵嘛，还要买小件一点，对，不够钱买，不够布，没有办法啊，会不会太紧？那你会不会啦？这种衣服不可以穿太松。我跟你们讲，我是故意的，你懂这么吗？因为我没有奶哈，我故意紧啊，紧一点，露出来，全部肉都要吗？哎，人家现在大 G 小 G 嘞，我们只有这个啊，这个 G 而已，没变，又没有 G cup 哦，又没有 G cup 哦，大力 G， 对吧？大力 G。哎呦，笑死我！宝贝，我来了！宝贝，哇，全部哎、欸，全部要叫宝贝了，你们确定你们可以赚？哎、欸，你真的很大力啊！波边啊，波边啊！你们有听麦鱼仔讲没？我的胸要小过我的那个肚腩，我的肚腩要盖过我的胸了。你会不会做直播做到一半衣服爆开？不会啦！哇啦，哎，这个是 stretchable 的嘞，你为什么不会爆啦？很夸张，今天两位Hello Annie 姐，今天两位穿同一个颜色是姐妹花吗？对，我们终于有那种一点点的默契，你懂吗？默契不是墨字啊。Hello 邱文明，亲爱的微微，亲爱的微微来聊，哎，大头也进来了。哎，很久都没有，还好啊，还好我是 SB 人，同舟不同线。没有，他是阿拉斯塔哥的，不要跟我讲他是哥达人哎，因为阿拉斯塔跟你一样哈。OK， 因为阿拉斯塔哈有分一个就是 SB， 就是那个双击大年。OK，然后哥达就是击打，他们也是 under 阿拉斯塔。你不要跟我讲他是哥达人哎 ，Oh my God， 真的吗？跟我同一个跟我同一个那个同甘崩的人，对哥达 ，Oh my God， 哇，不可以啊，输了我输定了。明天呢，我叫我的跑车队，他有大姐小姐，我全部啊去开了，没有办法了。真的咩？他是吉打人啊 ！Oh my God， 真的咩？他是吉打人咩？哇，假了，他真的是吉打人啊！这样没有办法了啦，我要叫我的跑车队了 ，call in 了。哇，听说他的背景啊，很厉害的嘞，有很大力的山嘞。波边啊，我没有上哦，只有这个大力的门。哎、欸，他们讲他有很大的靠山嘞。对，来我看一下 comment 啊，当然喽，我们有很大的靠墙。人家是靠山，我们是靠墙。OK， 厉害，我们是靠门梯嘞，我们还是靠门嘞。对 ，OK， 微 ，Did you receive my red packet？ 我收到了，谢谢你啊。Driver 他们刚刚接回来，然后给我了，然后我还来不及刚才去信息你们，因为该我在忙那个直播的东西。OK，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我的红包。OK， 来大头股 afternoon 啊。Hi 微微 ，everyone， Hi Michelle， OK， 美女你肥了，我本来就肥，我都没有瘦过，所以跟你们讲没瘦过，我本来就肥了，你看我转一圈啊，可以的，我美，也是一个仙，我肥也是肥的好看的，对，哎，我肥的也肥的有一点美啦，可爱啦，对 ，OK， 微微 ，You cannot see me 啊 ，Hello Candy， 我看到你了，对，我看到你了，哎，帮我们继续分享。帮我们继续分享。大姐平来了啊！对，大姐平来了。哎呦，笑死我！哎呦，惨啊！他真的是我轰通那边的人呢。哇，金打人 ！Oh my god， 他讲话真的是哇！我觉得他现在最红啊，他现在炒了哇，他那个流量一定很高。超，肥得可爱型，对呀 ，Annie 呀，是的，肥得可爱型，你看不错啦，蛮美啦，看得下去没有呕吐的感觉，不会肥到那一种很夸张啊，还 OK 啦、哎呦，没有，你要看我的背是吗？我直接拉那个拉链下来就可以了。哎呦，猜 in， Hello 两位美女，下午好，要看你的背嘞，你要看我背做么？我的背呀。看前面还有大力，不要、哎、对啦，不要啦，一直大 G 小 G 聊，等一下背都没有了吧 ？OK， 大家下午 Hello Angel， 哈，你们是咩？哈、哦，我认识他的，你认识他？哦，哎，我坦白跟你们讲，你们不要骂，他也认识王雷大哥的。坦白跟你们讲、啊，王雷很多人都认识啦。啊，对了，我也认识啊。对啊，很多人都认识。Hello Stella。
Hello, Danny。坦白讲哈，我不是怎么认识他，是因为人家破查出来，然后我好奇，我去看，去看。哦，原来他是有卖东西，但过后我看他讲话啊，其实是蛮 OK。我不懂为什么他那时候这样激动哦，哇，在那边骂人呢，哇，真的是够力哎。今天 Hello Joyce， 今天我们是粉红宝宝，对了，宝贝宝贝进来啊，宝贝帮我分享啊，按赖十次哦，宝贝，宝贝快点哦，我们也要炒流量哦，笑死我了，帮我们来 share 大大力的分享出去，来。我跟你们讲啊，今天我跟 Nancy 哦要玩什么游戏？刺激的游戏。对，刺激的游戏。你有看过人家哈、哦、用手拔开这个柠檬吗？或者是用任何方式，你用脚开也好，用你的牙齿开也好，就是不可以用刀切开，然后吃柠檬。而且哈、啊，我们今天要挑战什么？一分钟以内，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打开这个柠檬，吃柠檬的时候不可以有表情。如果有表情的人，然后在一分钟以内不能完成，就是没有打开、没有吃到柠檬的人呢，就会受惩罚。然后那个惩罚是什么呢 ？OK， 那个惩罚呢，你可能就是又在是画脸，或者是看一层，等一下还要加嘛什么？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想到惩罚是什么。惩罚什么？你们想到吗？你们打上来。对对，要惩罚什么？吃柠檬，而且是不可以有表情，还要吃得很开心，不可以有哇，不可以那种很酸的表情哎，一定很好笑，我觉得 OK， 又要忍住那个表情。对，而且是什么你知道吗？而且是不可以用刀切开嘞，要用不管用什么方式啊，用手拔开也好，用牙齿开也好，用脚开也好 ，OK， 总之。一定要开到这个柠檬，哇！我跟你讲啊，这个是高难度哎。我一想到这个哈，我就有点怕。你讲说 orange 啊，很容易拔开，你知道吗？柠檬嘞，柠檬我是没有挑战过嘞。Hi IB 老板娘 ，Hi wish you good at Thailand 啊，他带他的团队去泰国玩呢，好棒哦。对，等你回来呀、啊，等你回来我去找你。OK， 大截屏，你不要喊，我们在现场玩的人啊。更加要喊对哦对哦，我们不可以有表情哦，不可以有任何笑也不可以。现在还没有吃啊，我都感觉很酸了，你懂吗？我大概闻到就像酸了，还要咬下去。笑也不可以哦，笑也不可以。人家讲的表情就是不可以有表情，面无表情就是脸就是 natural， 就是这样、平常这样子啦啊，这样。我觉得我们一定会输的，他们就做一定会输，可是不懂是谁先。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做裁判 ，OK， 你们做裁判啊 ，OK， 我吞口水了，哇，我跟你讲，我都闻到那个味道啊，一层，包屎味味。我们要杀了，我们好，来计时一下，一分钟以内，我们两个人哦要挑战哦，看谁啦，如果谁先赢啊，又没有表情哦，就是他赢了嘛，对不对 ？OK， 现在我们是要挑战面无。表情哦，就是脸不可以有任何表情 when 吃这个 lemon 的时候，然后而且我要怎样去拔开嘞？你们有个 idea 吗？要惩罚什么？ Good luck to 微微，不要这样子，我可以忍的，我忍。我没有呆萌，这样呆萌。你没有呆萌吗？电话有呆萌吗？每个电话都有呆萌吗？哪里找？啊，哪里找哦？去 clock 那边， clock。OK，Good luck to 微微。Oh my god， 我跟你讲，我其实有一点怕嘞。我第一次挑战这种东西，而且酸呢。我不知道它酸还是甜呢。酸嘛？我不知道，我其实你会吃吗？还好而已。我还好，我不可以吃酸呢。我还好。哇，你还好。我知道了，我想到惩罚是什么了。阿栋，有没有蒜头啊？有来。有没有咖喱？要搞什么呢？真的没有啊？有吗？姜啊。因为我想到如果输的人我们吃蒜头，生吃蒜头，哇，有吗？没有啊，没有蒜头啊，有吗？你去帮我找小薇薇，你今天什么时间啊？你要吃柠檬，你要吃蒜头，去到完了 ，OK， 没有办法做直播，要有一点新的变化，因为我跟你们讲我其实很压力，我坦白跟你讲，我回去总要看我所有的重播，从我第一次七月开始，我一个人做直播，跟你们，然后跟谁。我今天我觉得啦，我很压力，然后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吃辣椒，哎，有辣椒吗？有啊。哎，
Amy 姐，谢谢你，沙拉黑，有辣椒啊 ，OK， 就这样决定了，输的人直接有辣椒。你自己想出来的包是你的。你也赞成这个游戏的嘞？什么叫做？他讲你想出来，我讲的也是你想出来的。OK， 没有啦，吃辣椒你们这么厉害吃？没有，不一定哦。不要骗人，没有，你们这种不是不一定，不一定的，不一样。吃柠檬啊？没有，对，没有，他讲惩罚，惩罚吃辣椒。我们现在要惩，我们现在要吃柠檬啊？不能啦，我们在比赛时候都吃柠檬了吗？有蒜头吗？蒜头会更加好。OK， 女人是触毯子还会怕酸，当然会怕啦。哇，你这个辣椒很辣的嘞，你够力嘞！其实我厉害吃辣椒，但是啊，我要配一点东西。对，这个要配东西，连没有配就直接吃。等一下先，我们先不可以喝水啊！不可以！哇，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啊，喝柠檬汁。不可以，不可以！我跟你讲，看见不要喝。你现在不要想那个辣椒先，你现在先想你这个柠檬先。OK， 来一层，一层来，你看你的呆萌，你看你的呆萌啊。OK， 进来的朋友 ，Hello， 苏珊，吃小辣椒很刺激。来，嗯，苏珊 ，Esther 第二来了，又吃辣 又吃酸。哇，我跟你讲，等一下一定捞晒的。OK， 来，一分钟啊，一分钟啊 ，Zero One 啊。OK， 来，我们转，哎呀，我们可以啊，不要紧啊，我直接这样子看了哈。他们听得到。对对对，这个是一分钟啊，我们按来一层一层，你要帮我们一下按啊，因为我们要比赛，所以变成说我不能按了，等一下我就它变成它可以。等一下，你要上来，你要上来，讲不出话了。试完一粒柠檬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哎，没有吃一粒是吗？是有吃到就可以了，还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间一分钟以内有吃到就可以了。OK， 总之一分钟以内呢，我们哈一定要任何方式打开，不管手开、脚开、拔完呢，还是什么？就是总之要拔完啦，拔完啊，然后呢咬吃那个哇哇哇。能做得到吗？吃瓦沙比才好玩，瓦沙比没有，瓦沙比没有。如果有的话，有啊，真的有没？没有。哇，很好，不要呛到哎！不管是谁都加油好，谢谢你 ，Annie。游戏就是这样，大家要开心 ，OK？ 不要讲开心，你们开心。对，不要讲说什么我们针对谁啊？总之我们一起玩，你接受挑战，对 ，OK？ 来，计时开始，一分钟。你要给我们看一层，你要给我们看。OK， 你按上，我们就开始啊 ！One, two, three, go！ 哇！等一下，不可以有表情，不可以有表情。我很苦哎，有苦又辣。什么又苦又辣？我感觉有辣嘞，咬下去。不可以，我舌头很辣。等一下，我不可以有表情，不可以有表情。讲话可以哦，啊，讲话可以啦，不然的话静静吗？对，我们没有 MC， 最好是连皮都吃，我们连司仪都没有嘞，我们要自己炒点气氛水哈，我们一定要讲话啊！哇，哎、欸，很难，很难扒哎，因为它的皮很硬，我看等一下我的手部，哇哇，这个20秒啊，最后是。我很想哭，我现在。哎，我要玩了。4、3、2、1，哦，到了啊！完了。完了。嗯，这样算不我输吗？一半哪里谁赢？我有咬到，我有把它玩。叫他们做假说。你看，我准备把它玩，我还有咬到，微微的。微微是什么 ？Kiss 那个 lemon 啊？谁赢？刚哥，谁赢？我算赢嘛？我不可以，中文这样厉害的。微微输。我又没有什么表情哎，我有很多表情哎，你知道吗？我酸到不可以讲话，而且我刚才咬那个皮的时候，哇，那边又苦又辣的，很苦，很小，很香，很辣，我感觉有辣辣的味道。微微为什么会输到这样惨啊？我刚才很卖力嘞，在那边这样子哎，你怎么这样厉害嘞？哎，不简单嘞！哎，你们懂吗 ？Lemon 的皮哦，哇，很硬，真的很硬，很硬，你知道吗？根本是哇，很难嘞，很难拔，哇！喂，你要讲联系赢家，我真的要吃那个辣椒啊！两根啊，辣椒，微微吃辣椒，微微吃辣椒。
一车你能开心哦。微微一 lemon and chili， 一车是叫越看兴趣画脸，越看微微的脸越像柠檬，什么意思？很酸哈、啊，哇！哎、欸，真的很酸哎、欸，而且哦，它那个皮我不能接受哎、欸，它好苦又很香，哇！你会感觉辣吗？我不知道，会会，然后变成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话，真的讲不出来了、啊。我的舌头现在很麻嘞、欸，我现在又酸嘞、欸，哇！又麻又酸嘞、欸。哦，这游戏不可以玩，以后我不要玩游戏了。以后你想一想，妈的，每一次都是这样。昨天我们游戏结束，刚才谁讲 ？Every round， 他想谁想谁中吗？会中，对。对啊，以后要叫一个游戏主办单位帮我想一想。微微 lose，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lose 的？我很不甘愿的，因为你怎样拔啊？而且哈、哦，我还拔得很美啊，刚才拔 orange 嘞。刚才应该叫一晨帮我们拿那个镜头，你看他拔到很美嘞。这个拔 orange， 这个哈、哦，这个啊，这个是Nancy 拔的。拔 orange， 我给你们看我拔的。我给你们看我，你们看我拔的，哇老哎、欸，我还用咬哎、欸，你看我拔的像被那个被老鼠咬破东西这样哎、欸，你看，哇，他很有经验哎、欸，真的 Nancy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真的好像在拔 orange 这样子，对，好像在拔 orange， 对啊，不用紧，不会可怜啦，这个是一个挑战 ，OK， 然后你们真的要我吃辣椒妹，还是对呀，还是要一层画脸，还是你们惩罚我吃柠檬算了。真的很，你们想要怎样？真的要吃辣椒啊？这明天玩终极密码没有？真的要吃辣椒啊？真的要吃辣椒吗？梅、哦、西很会拔皮，真的拔皮，你要我吃辣椒啊？你们要他吃辣椒？你真的要我吃吗？你们如果要我吃辣椒哈，你们要follow 我嘞，呀、yeah, ，要 follow 微微，你们要 follow 我啊？OK， 吃辣椒加柠檬，对我是非常可爱的微微。OK， 他想吃辣椒加柠檬，喂啊，吃辣椒加柠檬啊，一 lemon 哈、啊，你们要我惩罚吃 lemon 而已哈、啊。因为刚才你讲吃辣椒要配东西嘛，对啦，吃辣椒配柠檬。你看 Nancy 明天有到吗？有，明天我们有去。对，真的要我吃，一晨你要我吃辣椒还是吃柠檬？哇，你们的惩罚是什么？你们惩罚吃什么？一晨一七力他们讲。哟，真的要吃辣椒啊？真的要吃辣椒吗？算了啦，你想要刚才我没有想要吃什么，我两个都不想吃。反正哈，Jenny，Hello， 哇塞，有看到吗？等一下我叫我的，等一下我叫细节帮你 check 一下，他好像是有 refund 没有收到是吗？不要紧了啦，反正刚才已经讲了，是这样的吗？你看人家玩那个终极节目啊，就是愿赌服输，讲就是要做到，对吗？我去吃辣椒了哈、哦，可是我不要吃完可以吗？不要乱吃了，等一下肚子痛。我吃我可以吃的那个范围内可以吗？哎、可以吗？不要浪费，都拿两根来了。哇，医生叫你吃两根呢。你吃了吗？哇，跟我一起吃。我都没有玩呢、啊。啊哈，你在旁边煽风点火，那也可以这样子，要吃啊？要吃啊？吃啊？我吃啊？啊，不要吃了，要吃啊？吃啊，一口啊。No. 很辣，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刚刚吃柠檬啊，又吃辣啊。哎，可能你吃柠檬吃辣，没有感觉了吧？不知道。因为你的嘴巴现在很酸很麻了，所以应该不会有那种辣的感觉了吧 ？OK， 我直接吃好啊。好，应该不会。我直接吃好啊！一、二、三，开始。辣吗？辣辣。刚才是笑，现在要哭了。好辣。又不给喝水哦，哇！不要吃，他想不要吃，很辣辣，一小口就好，哇，真的半条就好啊，他一口他就不可以了，还半口，半条了，真的很辣，真的很辣，我这边没有牛奶，哇，人奶可以吗？靠你的人奶哈，哇，很辣，辣。哇，这个辣椒，我现在嘴巴有点麻、欸，因为刚才哦，我一咬那个皮，哇，等一下很辣，真的很辣，哇，我这个肚子冒人汗了，哎，你再吃，我再冒人汗呢、欸，哇，很辣，真的很辣、欸，你再吃，我再冒人汗呢、欸，辣，不可以喝水，很辣，不可以喝水，他自己讲不可以喝水。可以喝油可以，喝油你要吗？哦，很辣。
的话，亮亮亮亮，对对，我要啊，一个掌声。我吃完了啊，我吞完了啊，哇，可是还是辣的，哇，辣的感觉怎样？哇，很辣，那种辣的感觉怎样？刺激吗？可以了，你们对我很好了哈，我吃完半条了哈，我不可以啊。如果现在是我输啊，我看他一定叫我全部吃到完了。哇，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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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是很辣。哎，我吃完了啦，我可以喝水了哈。可以吗？我吃完了，我可以喝水啊。没有奶，喝豆奶。还有，我全部已经咬完了。哎，哇，还是很辣，还是很辣，还是很辣。这个可能要等一下子。哇，我喝了哈，我喝了，我没有在咬的时候吞吗？我不算犯规，对不对？我现在已经咬完了，所以我可以喝、哦。微微是辣妹呀，我是辣妹。OK 啊，吃了辣椒还可以跳舞，哇，还算正经，还可以大声了。OK 啊，没事了，它的酸度已经解掉了。OK， 他们叫我喝，我问过你们先，我喝呀 ，faster drink， OK。够刺激吗？哎呀，只要有一个奶就好，只要一个奶， okay. 对 ，OK 啦 ，OK， 有一点点了，一层快救火，有一点点了，drink fresh milk， I don't have any here have， 治疗你的辣椒全身会发热吗？很热，好，我要跳那个，我要跳那个什么，那个热情的沙漠，哇 ，drink hot water 啊。啊，喝完这不是会更辣吗？哦，它比较解的比较快。我不知道，我是感觉到我越喝越辣，我像在喝那个辣椒下去。微微好棒棒，谢谢你们啊！可是我还是很辣。哎，我不是 Cindy， 他是 Nancy， 我是 Nancy。对，哎，还是很辣，还是很辣，有这样辣吗？还是很辣，你咬咯。我靠，你是什么？真的很辣，我刚才快咬下去，真的很辣，它现在麻着我的舌头哎。No， 你没有感觉啊？你变态了。哦，你变态了，幸好哦，不是你输了。不会，辣的、啊，很辣，我辣到现在我肚子有一点，好像那种你懂吗？你喝那种冬阴素下去，会耶，我会辣，我会辣，因为有可能哦，我咬那个皮刚才，因为我感觉嘴巴。全部是酸的，没有辣的。我的舌头很酸，很酸。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我不可以。等一下，厕所不够用，苏君。Nancy 是变态的，以后啊，这个惩罚啊，不可以叫辣椒。哇，真的，哎、欸，我还是很辣，我不可以耶。不会嘞，我不可以耶。哇，这个小辣椒太恐怖了。微微，你嘴里咬冰块比较舒服啊？有冰块没？我只感觉我的嘴巴很苦很酸，我没有感觉只是到辣嘞。我不知道，是我的嘴巴坏了。可能会有，你吃辣椒吃到坏啊？没有啊、哦，不可以，不是吃那个柠檬，所以我的嘴巴现在很酸，我没有感觉到辣。Hello, Snow Silver 来了，亮星来喝 hot water 哈 ，OK OK、啊。很苦嘞，嘴巴。快快去垃圾啦，就不辣了。哈哈我跟你来，你很饥渴是吗？哇，你看他直接来嘞。哎呦，微微吃了会变辣妹，是吗？辣吗？辣吗？这样我要丢一个纽扣啦，就变给它辣一点。Drink milk will help 呀、yeah. ，有，这个也是奶。soya milk 啦 ，soya milk 啊，也是奶来的。不知道，我跟你讲啊，等一下我吃什么东西啊？应该没有自觉啊。应该没有自觉啊、哦！对，这小辣椒不要丢掉，等下我们可以配饭吃。哥，你笑的嘞！你笑的，你笑的，配饭吃，真的笑的。OK， 来，我们今天啊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哎呦，他们看完游戏了，可是啊，你们不要跑开，你们不要跑开，对，不要啊，不要这样子啊， okay? 支持我们啊！对，有买没有买不要紧，支持我们看啊。今天啊，看到完。对，今天啊，我们啊会 focus on 啊。focus on 吃素的朋友 ，OK？ 因为明天是十五，对。然后呢，明天呢，就是大家呢可以买我们的素食品呢，然后呢来吃，因为我们素食品呢真的超棒的。OK， 等一下哈，我们要demo 给你们看。今天呢，我们会 focus on vegetarian、嗯。OK， 因为呢，我们想说，哎呀，刚过年嘛，所以海鲜呢，我们就会就是慢一点先给大家清掉你们的冰箱里面的鱼啦、虾啦，对不对 ？OK， 所以呢，明天刚好是十五啦，所以呢，我们会继续卖素食产品。因为昨天我们不是有卖披萨跟那个元宝咯。
OK， 然后今天我们卖素食鸡肉，还有素食叉烧。OK， 超棒的。刚才呀、我一吃下去，我跟他们讲一定要卖。OK， 不管有没有人要买 ，OK， 我都一定要卖。哇，我跟你们讲啊，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素食鸡肉。马来西亚可以下单吗？马来西亚不可 以，对不起。耶耶耶 ，Thank you， 微微 ，very cool。对 ，OK， 接下来我们会卖，陆陆续续会进一些素食产品。对，马来西亚都不能下单。有方妖令看到你了，没有办法。对，方妖令看到你了，因为没有办法，真的很对不起马来西亚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这边新加坡要寄食品出去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啊，程序上 ，OK， 然后加上我们那边也没有 warehouse， 也没有什么，所以就比较难啦，没有办法啦，只有新加坡的朋友可以买 ，OK， 冲友那不要哭 ，OK， 我再找机会啦，如果有的话。就可以了。哇，你看我现在打这了。Teresa， 我吃那个辣椒。Teresa 你好，嗨 ，Teresa 阿弟，你回来了。OK， 刚才那个 Beverly 讲说我们今天的表演很棒，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因为其实啊，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做直播啊。讲真的，大家都是在忙吃饭。OK， 如果我做工的朋友，然后如果没有做工的朋友，当然啦，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然后有做工的朋友，可能真的是减少掉一半，但是我们不去在乎啦。讲真的，我们一开播，我们就是跟我们自己讲说，不要去看有没有人来什么、啊。对，我们就是做给你们 ，OK 啊，让你们知道我们有卖这些产品，然后还有知道我们一些优点啦，就好像可能我们玩游戏啦。等等之类的 ，OK。所以呢，阿栋厨师，你准备好了吗？好了 ，OK。所以呢，现在我要移一下我的方向了哈，我要移去我们的小厨房 ，OK。Hi everyone，Hi Teresa Andy，How your How's your Chinese New Year？OK、okay?。然后呢，我们现在回来我们的这个厨房，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卖我们的这个素食产品啦。不舒服 ，Any go？ 你要好好休息哦。虽然没有得下单，但是我还是分享了，谢谢你们，真的，我很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对 ，I just ate the card。宝贝，谢谢宝贝们哦，宝贝们，谢谢你们。Yeah， I just ate the curry bun spicy and yummy， very good。OK， 来，我先放这边先，我们拿那个 sample 出来。OK， 我们今天哦，就是先给你们 lunch 那个啊，等一下，我的东西掉了。OK， 不要摇，不要摇。哎 ，Benny 大哥，你好久没进来了，你好久好久都没进来了嘞。你最近好吗 ，Benny 大哥？好久没看到你了。OK， 来，今天啊，我们介绍两样新的产品先。OK， 介绍两样新的产品先，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素食。鸡肉 ，OK， 它的 container 哦有一点难开，因为它包装到很好。OK， 我给你们看先，你们有看 ？OK， 我问你们啦，讲真的啦，你们吃素食啊？我问你，那是你去历史我有吃素食，对不对？对。OK， 我跟你讲啊，你每次吃那些鸡肉叉烧，是不是它那种鸡脆比筋蛋？它的鸡脆比啊，就是那个鸡。鸡脆啦、你们会明白啦哈，鸡脆 ，OK， 鸡脆啊 ，OK， 就是有那个讲啊，那个味道啊，然后而且说进水对，很多面粉那种面粉精 ，OK， 我跟你们讲啊，我们这一家的这一个素食啊是没有用面粉精的，他们用什么？他们都是用大豆类给你的organic 的，然后只是用蘑菇，总之他们会用菜类的东西，对，总之他们用菜类的东西呢做那个素食的东西就对，还有岛鸡 ，OK， Raring Cool， yes， 我跟你们讲啊，吃素朋友不管是在哪里，我在马来西亚之前我们吃九王爷的斋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有吃到那些叉烧，它是鸡脆皮很重的，对 ，OK， 所以我们这一家是绝对没有，而且是 local food， 而且是新加坡的啊。OK， 你看啊，你们收到货的时候是这样的，两粒，很好看哦，两粒 ，OK， 两粒啊，这个是鸡肉哦，这个是素食鸡肉 ，OK， 你看啊，它什么东西啊？它是用岛鸡嘞，你有看过吗？岛鸡哦，包整个嘞，然后是做成鸡肉哎，然后你去它的店吃哦，它是做这样子，就是切啦，鸡饭，然后而且啊，它这个还有配上辣椒 ，OK， 它有配上它的辣椒，哇，我跟你讲啊。
配上它的辣椒是某打丁，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而且啊，现在来你拿住这个，我转镜头，然后呢我就给 Nancy 讲解了，然后呢来我们教你们怎么煮 OK。 Ring Cool 来，你看啊 Nancy 给人家看啊，你看啊，我给你们看，刚才我这样子前面的镜头不清楚，你看这些都是倒地的，而且还是 frozen 的哈，你们收到货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用 steam， 哇，用 steam 啊，你看，哎呦，等一下等一下，蒙了蒙了蒙了，等一下啊，蒙了哈，因为那个烟起来，我的 camera 蒙了啊 ，OK， 你看你看你看。好像你看这个是鸡肉哦，素食鸡肉哦，你看，而且还是倒鸡做的啊，它最主要的那一个材料是倒鸡啊，一片一片的倒鸡哦，然后呢它里面呢还有掺一些蘑菇啦，就是总之它已经是 mix 小的，所以你们会吃到豆类的那个味道啊哈，刚才我吃的时候啦很香很好吃，而且呢这个呢只可以拿来 steam around 5 minutes OK5 minutes 啊，只需要5分钟。来，阿东，你跟他拿起来 ，OK， 我们切开给你们看，它里面炸吗？不可以，因为它是倒鸡，你一炸它就碎到完了，它只可以 steam，OK。然后啊，吃素的朋友啊，这个是素食鸡肉 ，OK， so that 你可以自己煮白饭啊，白饭我就没有卖了啊。白饭我就没有卖了 ，OK， 我们就卖这个素食鸡肉 ，OK， 来，鸡饭，对，你可以自己煮鸡饭，来，阿东来，你剪开，你看啊，你看，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倒鸡来的哦，而且它是根本没有鸡脆的哦，没有鸡脆的味道，如果你吃到有鸡脆的味道啊，我们退款给你 ，OK， 你只会吃到，你看，你一剪开我就闻到那个豆类的，你懂那个豆奶吗？那个豆的那个，刚才在喝豆奶的味道，对，那个烧鸭的那个香哦，你看，你看，你看到吗？你看，它不是那一种面筋肉哦，你看，你看它这个是手工的嘞，你看，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又一层的，这个全部都是倒鸡哦，包你吃了哈，你不会腻，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而且它有附送这一个辣椒。OK， 来这个辣椒，你看，这个是鸡饭的辣椒啊。然后啊，你自己煮一碗白饭加下去，哇 ，perfect。OK， 来 ，Nancy， 你看啊，丽英姐，这个是素食鸡肉 ，OK。素食啊，素食鸡肉。呀，来，我们吃，来你切 ，OK。然后你沾一下这个辣椒，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沾这个辣椒，就好像在吃鸡肉这样。OK， 来 ，Nancy， 哇。哇，很好吃哎！是不是真的是那种鸡饭的辣椒？辣椒来的。OK OK， 还有啊，很多人呢会担心讲说素食有没有 egg product？ OK， 我们这一家 supplier 是没有鸡蛋的，没有鸡蛋。OK， 他们没有用鸡蛋啊。然后你感觉到有没有 juicy？ 有，它就是很甜啊，它很鲜甜，它的豆皮那些味道，豆奶那些味道是完全没有面筋吗？完全没有，我们敢保证。因为我吃素的，我不喜欢吃那种面筋，对，所以我们去吃。大多数是叫菜，我不喜欢很多面筋。对，我跟你们讲啊，我老实跟你讲，我是有吃素那些，有时候会吃斋啊，我是不吃外面的叉烧的。我还是不吃。我跟你讲啊，外面的叉烧全部都是有面筋的。我坦白讲，不是讲说要讲不好，但是啊，但是吃了真的是不好。会肥哦。对，会肥。OK。可是我觉得既然这个哈没有面筋的，我觉得你们更加应该要买。吃 对, 对。这个真的没有啊 ，Joyce。吃了不会腻。对，如果有面筋啊。我退款给你，退款给你们。他只用这个倒鸡啊，倒鸡，然后还有豆类的。豆类他们已经做成了，对，变成一片一片。是，他们做成一片一片，然后就是做成圆圆这样一粒，然后呢，啊，一粒了哈 ，frozen 起来，然后只需要 steam 5分钟，然后你们就切开 ，OK， 然后呢，你们再煮一碗饭，然后这样配，还有。鸡饭，你们煮鸡饭啊？对对，素鸡饭是是，这个其实根本就是素鸡饭。如果在他的店吃的话 ，OK， I think go with sesame rice should be nice. Rearing, yes, correct. 白饭啊，你配这个辣椒就够了。是，你可以放芝麻饭啊。刚才有朋友讲说，芝麻饭我跟你讲，你配这一个真的，你看这个啊，比外面的 frozen 还要更新鲜，因为他们每一天呢有限量、啊、，OK， 只做20粒而已啊，每一天啊。所以呢，一样的，如果我们这边拿完，他那一边店就没有了。OK， 这是洛克布拉新加坡的哈，啊 ，We will order to support you。我跟你们讲，没有吃素的朋友啊，也可以吃的，因为偶尔你们吃肉，小孩子应该很喜欢呀，你们吃肉吃腻了。
OK， 你们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东西来啊。但是我先跟你们讲啊，素食是有一点贵啦。OK， 素食是有一点贵啦。一样的素食会比那个什么鱼荤啊荤啊荤食贵。对 ，OK， 来 Nancy， 我们今天卖多少钱？先给他们去抢先。今天我们两粒只需要17块。OK， 两粒只需要17块啊。OK， 下单的朋友请去wangmei.com.ng 或者 WhatsApp 83790088，满60块免邮。对，价钱啊听起来真的是有一点贵，但是啊，它用的是真材实料啊，是 organic， 然后而且你看倒鸡全部 的，你看全部都是倒鸡的，它不是那种面筋肉哦。来 ，Nancy， 你打开全部，你看啊，它一层一层啊，你看，全部都是倒鸡，来，你看我们没有骗你的，你看。它一层一层的，你看啦，来一层一层啊，全部啊，我们挖到完给你们看，我们就是要给你们看，我们用的不是面筋肉的，没有面筋的，全部都是倒鸡，那么贵，对啊，素食就是这么贵，对，它的店也是这样卖。OK， 一盘饭啊，他们外面吃应该要7块到9块哦，不便宜哦。外面的素食一半，因为手工的东西 ，organic 东西通常都会比较贵。是的，我刚才已经有讲了，价位会比较高，但是这个是素食的。OK， 外面卖那种 frozen 的素食啊，我跟你讲，没有这么真材实料的。它这个真的是，你看，完完全全是用它这个岛鸡，然后还有掺杂一些豆类、蘑菇、菜类，就是做成的。OK。呀、yeah, ，We will order to support you。是的，真的，素食不便宜。你知道我在马来西亚吃一盘饭啊，我讲马币啊，我跟你讲啊，我吃啊至少要20块马币。你看新加坡更加不用讲了，哎，只是放菜而已哦。放菜。真的只是放菜而已哦。真的只是放菜而已哦。你外面需要一个菜而已，我跟你讲、啊、白饭也是很贵哦。外面很贵的哦，素食不便宜，你懂为什么吗？因为素食料很贵的，你知道吗？素食料很贵，因为什么呢？你看像岛鸡啊，你看起来哎呀很 normal 啊，可是他们需要很多来做成这样一粒，就是一粒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不简单，素食真的是比较贵的。他们要给你们健康做的 organic 东西配下去。我们吃素就是要吃得健康 ，OK。然后再来呢，就是有我们的那个素食叉烧。我跟你讲啊，我忍不住了，你给我吃一口。我跟你讲这个啊，哇，这真的好吃。我看你们一定要买，吃素食的朋友你们可以 try， 你们可以切一片一片。外面哦，你每次吃那种哦，真的很腻啊，很多面粉啊、面粉筋那种吃的都很腻。我每次都是吃那种菜的。对啊，吃饭就吃到咸、嗯。对。哇，新加坡的素食真的很贵，真的很贵。嗯，好吃。哇，它不辣了。好不辣了，它不辣了。嗯，真的好吃。哇，我明天可以吃的。嗯。刚好明天15，明天刚好是15 ，OK， 你真的可以吃，这个真的超棒，你配一碗饭而已，哇 ，perfect， 尤其是它这个辣椒，我跟你讲，来，我们介绍它的那个叉烧，最喜欢它的辣椒 ，Elistra，Hello， 来，我们介绍它的叉烧，来，我们直接打开，你看，你们一收到货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OK， 这个叉烧里面啊，一盒有八条啊，八条，然后还附送你这个酱料，你看它的这个 gravy 那个酱料。你们如果不喜欢吃太多酱料哦，你们就是可以放啦，就是阿嘎啦，看你大概多少自己放啊。对，这是看你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啊。Okay, 你看这个沙包也很贴心哎，它又另外装一个这样子小装啊，放这样子放哎。OK， 可是它是 frozen 的哈。OK， 它这个是 frozen 的，然后呢，里面呢有8条的叉烧。OK， 这个叉烧哈、啊，我跟你们讲 ，OK， 它其实是可以 air fryer， 但是我们刚才有煮，我们 before 开播的时候有 try， 我们有 try air fryer 跟 steam 哪一个比较好吃？但是我坦白跟你们讲 ，steam 会比较好吃。不要拿去 air fryer 吧，你 you insist to air fry 哈 ，OK， 你还是想要 try air fry 可以 ，OK， 但是没有这么好吃。干比较硬吗？它不是硬，但是它就比较干，然后它的味，没有那种吸，它味道没有这么好，有可能不要放酱久哦。我们该放几分钟？该放7分钟。我们该放7分钟。放125分钟。120度，5分钟。5分钟 ，OK， 就可以了。你们要退冰先啊，要退冰。Frost 啊，如果这个叉烧你们买的话，一定要退冰啊。对，但是我们建议说呢。Steam 会比较好吃 ，Steam 会更加好吃啦，它比较入味。OK，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叮已经好了。OK， 这个叉烧我们又拿来 air fryer 啦。OK， 一百台湾香肠哦。对，120度，
五分钟。OK， 素食的料呢是便宜，但是要很多工，对，对，很贵，真的很贵。我跟你们讲，越吃越贵。哇，我跟你讲，哇啦，你看啊，你这样子，你觉得是素的吗？像吗？我这样，哦、你看啊，我远远这样子照啊，根本都不像哦。根本都不像，你看。哎，你拿给小孩子讲叉烧，他们哎，这个是一条然后切出来的，对吗？嗯、对。然后这个 gravy 啊，是他给的哈。这个酱料。OK， 就是这个 sauce 给的、啊，这个 sauce 也是要退冰啊。嗯。啊，你看它打开起来，你看你们可以慢慢用哦，你们不一定要赶中啊。哇，其他放到完不用的。小孩子要吃吗？小孩子。配饭也是。对对对对，这个可以放叉烧饭哦。刚才我们卖的是鸡饭。OK， 现在是叉烧饭。对 ，Can use to fry rice? Yes, can. 可以。You can use to fry rice, Teresa. 肯定可以。对，你可以切成 cube. OK， 就是一条一条，你可以切成 cube， 四方一整个都可以。对对对，可以哦。OK， 来来 ，Nancy， 我们吃给他看。你看啦，这样子啊，美啊。来，我转一下镜头，因为我真的受不了。我跟你们讲，刚才我已经 try 了 ，It's very best。OK OK OK， 哇哇 ，Is it sweet? You mean the gravy? You mean the gravy or what? OK， 等一下啊，我帮你 try 啊 ，Is it sweet 等等啦 ？OK， a bit 啊 ，No， 不会，不会甜，哇，有一点甜度啊，可是不会很甜那种，不是那种很甜啊 ，OK， 我讲的。嗯不是很甜啊，当然是会 sweet 啦，但是不是那种很甜。叉烧有一点甜味吗？嗯，这个可以拿走先。没有，建议一起买，然后这个也可以蘸叉烧。嗯，对对对对，哇，哎，哇，我觉得很好吃哎，很好吃哎。然后这个叉烧啊，它也不是面筋肉来的啊，它也是豆类做的啊，哎、豆类啦、蘑菇啦、菜类，总之它不是用面筋肉就对了。你吃了你会分别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外面会不会比较硬？很多面，很面筋啊，很多面粉啊，这个真的没有，哇，真的很软。你看，哇，真的很像那个外面卖的叉烧哎 ，perfect， 嗯，很好吃。Use this 叉烧 and the wonton to cook vegetarian wonton 叉烧 noodle very yes， 你们要买昨天的那个元宝 ，OK。Mix with 这个 ，Yes can， OK， 哇，太好吃了，你看来，哇，真的很好吃，哎，它的肉很软哎，真的很软，跟外面的真的不一样，Steam or fry， steam， 我们建议 steam 比较好 ，We advise steam 啦 better， 那 fry， air fry 的话，它没有这么好吃。OK， 我们有 try 有两个煮法了，我觉得 steam 更容易吗？对啊，你退冰了，健康，嗯。你退冰了，你直接 steam 了，你直接切这样子就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啊 ，air fry 哦，不懂它那个味道没有这么好。OK， steam 会比较的。因为你 air fry 它已经吸收你看热度吗？对呀，对，味道会跑掉了，就没好吃了。啊，不管你 steam 多少哈，我们 try 最后 final 的五分钟。You steam 5 minutes 啊，五分钟就够了啊，五分钟就可以了 ，OK。然后呢，一盒呢里面呢有八条，我们今天卖多少钱呢？是9块钱，对，9块钱啊，九块啊，哎，这样子算到来一条有一块，块一也不贵啦哈，块一多而已。你看外面那种叉烧也是要很贵了吗？很贵，对，这个一盒里面蛮大条，你看切出来很多嘞。它一盒里面啊有八条啊，比这个 sauce 啊，这个 gravy 是送的哈。你看切出来这样子啊，切出来这样多。对，它一条里面嘞，哎，这个一排啊是一条切出来的。对 ，OK， 你看它的切度是刚刚好的，而且是里面有八条哦，一盒里面有八条。OK， this gravy need add water or just steam hot? Just steam hot, no need to add any water 啊 ，no need， 因为它已经调好了，你不要去加任何的水哈。OK， 这个 gravy 你们可以用很久啊，你看刚才阿东他都没有用完。OK， 他只是放一点点在上面而已，因为有些人他不喜欢吃酱料，他比较喜欢吃原味的。OK， 所以你可以 just 放，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配饭吃。OK， 你可以配饭吃，哇 ，it's nice。
Oh my god！ 我跟你讲啊，这个披萨我要介绍多一次，因为我要吃了。对对对，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啊，今天有可能来看我们的人哦，是昨天他们有可能在忙。我跟你讲啊，我们介绍第三个产品啊，就是我们的披萨，素食披萨，你们一定要买 ，OK？ 超棒的 ，OK？ 这个是拉丝啊，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 ，OK？ 如果哈，你们就是。Gravy， 你们有了吗？对不对？你们还少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Happy Ham。OK， before 我们进披萨之前呢、啊，我们介绍这个 Happy Ham。这个 Happy Ham 啊 ，for 素食的人啊 ，OK， 有素食 logo 的啊，两配粥的，对，配饭、配粥、配面。或者是 carrot cake， 我们的 carrot cake， 对，可是我们 carrot cake 不是素食，对，不是素食啦，可是你们也是可以吃，啊、对对，你们也是可以吃啊。OK， 等一下，我现在打开，我跟你们讲，我要加一个东西。在我们的披萨啊 ，OK，expire、okay, date for chicken and char siu。OK， 叫你阿后啦哈，阿后，我跟你讲哈、哦，我们的那个 vegetarian food， 全部啊都只可以 valid， 就是可以收啊 ，for 2 months 啊，只有两个月 ，because 他们是用那个 fresh ingredients， 然后他们没有放防腐剂，所以呢不可以收太久。只可以收2个月，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话呢是直接 fresh， 我们没有自己收花、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你要送货的那一天他才做的 ，OK， 他是收我们的 order， 然后他才做的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sure it's fresh，OK、okay? fresh 啊 ，so you can keep for 2 months only，OK，、okay? 一天的货量也不多、啊，对，才二十，对，他只可以做20粒而已 ，pizza put oven how long？OK， 东哥，我们 put oven 要大概 how long？ 跟我们的 air fryer 也差不多吧？差不多。OK， 来180度，十分钟。OK， 180度十分钟啊。OK， 来 ，Nancy， 我给你看 ，I bought already 4 bottle， very nice。OK， 我跟你们讲，来，来了，这个来了，我跟你讲，来 ，Nancy， 你倒下去。OK， 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素食披萨。OK， 你们哦吃披萨不是有做那个辣椒粉哦？对对 ，OK， 我们呢，对，可以用我们的 Happy Ham， OK， 素食的 Happy Ham 吗？你倒下去 ，OK， 不要倒太多啦，然后就放这，然后不然等一下你拿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呢，今天Nancy来直接拉起来给他们看，哇，你看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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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you see the cheese，、哦、你看它 stick 在一起了。如果你们稍稍拿出来，它的汁水哇 ，amazing！ 你看它 ，OK， 来，我给你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料啊？里面有这个veggie bacon， 然后有什么黄梨，然后还有 cheese，、嗯、还有 tomato base。OK，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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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OK， I told you， 你可以加我们的这个素食 Happy Ham 下去啊。OK， 来 ，Nancy 吃给他们看，你看。你加那个，我跟你讲，喜欢吃辣的朋友，你加我们的 Happy Ham， 我们的 Happy Ham 两罐才只需要9.9 ，OK？ 我跟你们讲，你们放面、放粥、放饭都可以。OK， 来，我拼上来先，我还哇，真的放 Happy Ham 下去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吃披萨、啊，大家都是有放那个辣椒粉，是，然后你可以放我们的这个素食虾米辣下去。Oh my god！ 喜欢吃辣的人就放下去。我跟你讲，真的不一样，就是根本去买 Hawaiian Chicken 的披萨，对，真的。这个就是明天我的午餐了。哎，我跟你们讲啊，因为素食者真的是比较头痛一点的，因为你看啊，我也是有吃出过，嗯、就是你去买来买去就是那个菜，嗯、然后你吃了很闷，对不对？所以呢，我跟你讲，最近啊，我们在卖的这些披萨啦，然后这个叉烧肉、鸡肉啊，你们都可以买来试的。OK， Wendy， 可以帮我下单吗 ？Wendy， 你信息你是不是那个 Wendy？ 不用紧 ，Anyway， 你信息我们好吗？83790088。对 ，OK， 如果不会下单的朋友啊，你们信息我们，我们帮你下单。Pizza how much？ 来了来了，有人问了。等一下，我跟你们讲啊，我给你们去抢。OK， 价格啊，我跟你讲，它是 regular 的啊，是8寸的。OK， 可以切成6片。OK， 可以切成6片啊，可以切成6片。给两个人吃。大概啦，大概啦，如果是两个人是够的。OK， 帮我们回复。哎，阿东帮我拿一个箱子过来一下，帮我们回复，那个披萨的，谢谢你。没有了哈，哦，他们刚才出掉了，他们没有拿来。OK， 这样子啦，你们收到的时候 ，OK， 来，这个很重要。你们收到的时候啊，你们会拿你们那个披萨啊，是在这个盒子里面的。OK， 就好像你去 order 那个外卖这样子。我坦白跟你讲啊，这个素食披萨哈、啊，跟外卖的真的是没有的比。没有。
我坦白跟你讲啦，真的。OK， 然后它是八寸的哈，八寸，然后可以这样子一盘呐、啊，可以切成六片。OK， 切成六片其实快不了嘞，因为披萨、啊、没有人吃太多，因为会腻嘛，因为有 cheese 嘛，然后你会饱，然后你就吃不多。一个人呢、啊，最多吃两片而已。OK。今天呢、啊，我们这样子卖你啊，八寸啊，这样子一片啊 ，OK， 只需要14块，14块哦，14块哦 ，OK。微微 ，May you repeat the price of dumpling chicken and char siu can dumpling 20粒16块，chicken 2粒17块，然后叉烧一盒8条9块钱 ，OK。You can go up。You can go to our website 啦 ，OK， 王雷.com.sg。哇，我跟你们讲，这个披萨真的，你们一定要买，真好吃。然后还有这个 Happy Ham， 你们一定要买啊！如果你们喜欢吃辣的人，你们放这下去。Yes， 因为吃披萨的人哦，他们都有放那个 chili， 我都是要放的 ，chili flakes 是吗？那个叫那个小型 chili flakes 对吗 ？OK， 你们就这样子一样的，有那种哇，有那种 feeling， you know？ Yeah， 我跟你讲，哇，这个哦。这个 Happy Ham 你们一定要买 Happy Ham 啊，两罐啊，只需要9.9块啊 ，Expire Day 是2024年10月31号 ，OK， 2024年10月31号啊 ，Expire Day， 赶快去下单啊，去我们的wangmei.com.ag 或者 WhatsApp 83790088，买满60块免邮。真的，我跟你讲，我迫不及待咬一口，你知道吗？因为它里面是有那个，你看，它有跟我们一样那个，你看到吗？你看，你看，你看，我啦！你看它这个 veggie bacon， 然后我不能撕起来啦，不然我不能吃了。里面哦，还有黄梨，我跟你讲，我超喜欢吃黄梨的。啊、黄梨这么多，你看，贝根多么大片。你看，哇！我跟你讲，你看，哎哎，哇！而且它的气球，哇，不吝啬的，它气放到很多。My God！我全家好喜欢这素虾米，你看它的料，这个根本就哇，我不要讲了，这个根本啊就是好啊，让几个你知道吗？对，当然舒服舒服舒服。At this one, I tell you, when your fridge are empty, right? You must order this pizza. 现在你们的冰箱满不用紧，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披萨随着冰箱空啊，这个随现在买。OK， very nice， 哇，哎，这个根本啊，没有吃素的朋友啊，你们都会爱上它。OK， 哇，有健康，讲我又要吃了，哎，它的那个，哦，它的那个黄梨，你知道吗？很甜嘞。不用一直是吃那边根素的吗？你们一直吃那种肉，吃的很腻很咸，你要换一点口味买素的，这个因为它是豆类来的，菜类来做的。嗯，没看。Next time I will order。我来。配上这个素食虾米啊，哇，它 bro， 嗯 ，OK 啊，它这个饼啊又不会 ，before you the full day 啊，它这个饼啊又不会硬哦，不会，它很软，嗯，然后而且它很简单，我再 repeat one more time 啊，它的 ingredient 啊，就是 pineapple， tomato base， vegetarian 那个 bacon， 然后还有就是 cheese， 它只有4个材料 ，OK， 很简单。哇，这个披萨你们一定要买，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哈。重点它的面包不会硬啊，因为有些披萨你去 FIA 了弄烧了，它就很硬了。这个根本不会硬啊，很软啊，面包。好好吃的，哇，哎呀，我不行啊，是吧？你看吃上一片而已，你吃的话会一直想要去吃的嘞，哇，不会停哎，真的，哇，有塞罐了，啊。OK， 我咬给你们看啊，这个素食虾米啊，这个你们可以配粥，还可以配什么？饭啊，炒饭啊，你都可以啊，还有配面啊。OK， oven make hot， 一般蛋 ，yes， OK， you oven make hot 啊， oven 也是一样，180度呢，10分钟。你看啊，我咬给你们看啊，而且啊，这个素食虾米啊，你要讲它很辣 ，OK 啦 ，OK， 它是会辣，但是它不是像那个三八酱辣 ，OK， 你看啊，微微辣，它不会辣，微微辣而已。哇 ，very nice， 哇，有乌丝哦，有乌龙哦，乌龙乌丝啊，哇哇，很好吃哎，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一定要下单。
OK， 两罐只需要9.9块而已嘞，而且是素食产品哦，素食产品哦。OK， 今天呢，我们卖呢素食产品，是因为呢，明天是正月十五啦。OK， 有些人呢，朋友呢，就是他们有吃素 ，OK， 所以呢，就可以给我们买一下，支持我们。你们炒菜也是可以放啊，炒菜那个臭豆。哎、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我也是买臭豆啊，是不是我都买来炒？是。可惜我家没有 oven， 修毕不需要 oven， 有 air fryer 就可以了。air fryer 都可以。对，刚才以光呢，他是问我，是因为他家可能他只有那个 oven，OK，、okay? 我们这个是用 air fryer 的。air fryer。OK， 不管是 air fryer、oven 都是一样，180度十分钟。OK， 这个是 air fryer 的，只是不可以拿来 steam 而已啊。这个 pizza 绝对不可以拿来 steam， 因为 air fryer 真的很方便，你直接啊这样子叮就好了，可以了啊，不用去酿这样麻烦。Okay? 对 ，pizza 只需要14块，我跟你们讲不好吃，退跟我讲，我退款给你，真的。我退款给你，或者是你约我去你家吃都可以。Yes, I only had oven. Yes, correct. You want? It's okay. Oven, 你有 oven， 你去用 oven 做 ，can one 啊 ，no problem 啊。可以 ，oven 跟 air fryer 都可以。对 ，very cool. Go with 那些的嘛 ，also very nice. Yes. 哎呀，我差点忘记嘞，我要卖这个。卖哦。福利标，福利标，福利来了。OK， 素食产品我们已经介绍完了，现在我们介绍你最后一样产品了。OK， 来 ，Nancy， 这个给你，小心啊，这个它有打开，来，等一下，等一下，你拿那个美的给我一下，这个坏了，跟它撕掉了。OK， like and share，Thank you so much， 修春妞，谢谢你啊，很精致哎。对对，你小心拿，你放在桌子上先，来，因为那个裂了哈。这个是什么？看得到吗？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放我们 toilet 的那个冲凉水展示品啦。OK， 来，我们来看 Nancy， 发水呢，还是冲凉水？或者是你要放你自己的 lotion， OK， 这个呢，之前呢，以前呢，我们有卖过，然后后来呢，我们还有剩下一点点，被我们大扫除的时候发现到，对。对，有两种颜色哈 ，Nancy 来给他们看， yeah, 有黑色跟白色啊。OK， 里面有什么？来 ，Nancy， 这个你可以，这个、可以放牙刷、牙膏啊，这个可以放肥皂。对，来你拿好啊，拿好啊，我拍给你们看，哎，我开给你们看啊。放在上面。哦，放在上面、，sorry， 我放在上面，我有点 outdated 嘞。OK， 肥皂放在上面啊，这边啊、，OK， 你看非常美的，你看有黑色跟白色，这个是现化啊，不用等啊。OK， 如果你们没有用肥皂啊，你们那种洗脸的 spa 呢、放在上面都可以。哦、，OK， 然后呢，这一个呢是这个是放牙刷的啊 ，OK， 这个是放牙刷，放牙膏或者是放你的 brush， 就是好像你有 makeup 的人哦，你就放住来，我收也可以，你们要刷牙的时候当杯子来刷牙，那个水放水的都可以啊。对 ，OK，、然后呢，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子啊，放一个梳子 ，OK， 然后或者是你们如果哈没有放牙刷，对不对？你们可以放你们的这样子，你的 brush，OK，、okay? very nice，you see。而且呢，它这个你看它是玻璃的嘞，它是玻璃，这个一掉就会碎牙、OK， 然后它有黑色跟白 色，你看可以这样子放，多么美。OK， 我跟你们讲，今天这个价格你们一定吓到了，你们不买啊，你们一定会后悔。OK， 它这个呢是鲜花不多了、对，先给他们去抢了啦， yeah. 先给他们去抢了。这个是放白了，或者是放在你梳妆台上面都可以，没有问题。这个你们可以放你们的 body lotion、body shampoo， OK， 任何东西你们想要放的都可以啊。以来 ，Nancy， 今天只需要多少钱？10块钱。10块钱，福利啊！福利标，福利标，上车 ，OK。今天只需要10块钱，白色比较美，要抢啊！我跟你讲，剩下最后20、20啊！等一下我问，20刚才有50套，对，剩下20、20而已。哇 ，OK， 等一下我再问助理一下，还有剩下多少啊？只需要10块啊！刚才是50套，对，要下单的朋友需要你下单，去我们的wangmei.com.ng 或者 WhatsApp 83790088。我有拼上来了哈，我有拼上来了哈。所以呢，今天这个啊，对，20套而已、哦，对，剩20套。等一下啊，我去问一下我们卖10多块的嘞，是吗？10多块还是20多块？啊，我们上一次卖15块、哦，今天我们只卖你啊，对，只需要10块钱。对，我们只卖你10块钱啊！来，我刚刚去看一下 report， 只剩下最后5套，5套 ，OK？ 哇，对，快点，你先。
三十五套而已。对，十块钱很便宜哦，有四个东西嘞。强了喂，要下剩下三套而已，快点。真的吗？剩下三套而已。哇，黑的五套，黑的三套。哦，黑的比较少哈、啊，黑的剩下还是白的比较少。白的比较少，白的剩下三套。黑的剩下五套 ，OK， 你们快点去抢，快点拿、啊、快去抢啊！只需要十块钱，刚好你的家缺少一个东西哦。来，这个今天我们介绍你，只需要十块钱而已 ，OK。可是这个你们不要放在危险的地方啊，如果有小孩，因为这个啊会破的啊。这个是玻璃来的 ，OK， 玻璃来的。你看这样子放出你的梳妆台或者是你的厕所，你看多么美。而且啊，哎，这个不只是可以拿来放你的牙刷啊 ，OK， 你可以放任何东西你想要放的都可以。对 ，OK， 只需要十块钱。赶快去下单，去wangnei.com.ag 或者 WhatsApp 8379-0088。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你们自己去抢了、哦、啊。去网站看啊。你们自己去抢了，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OK、啊。然后我们也是手快的人就买得到啊，快点。对 ，Hello， 哇，好多朋友啊，美玲也进来了 ，Jenny S B T。白色比较美，要看啊，看你们的书桌台是什么颜色。是，要看你们的厕所的墙壁啊，什么啊，或者是你们的梳妆台啊，是什么颜色来 OK 搭会比较美。但是我跟你们讲，黑白都美。OK， 不，它其实最主要是放在 toilet 的，因为一 set 嘛，你可以放那个肥皂在上面。OK， 不仅我们一个一个拿出来给你们看。OK， 肥皂的 ，OK 放没有肥没有肥皂，你们放你们洗脸的是那放放上下面都可以。然后这个是那个放 lotion 跟 shampoo 啊都可以，是玻璃还是陶瓷？哎、啊，讲错，是陶瓷，陶瓷。哎。一看到水就知道是玻璃。谢谢你啊，鸡抽，谢谢你。卖东西卖到玻璃跟陶瓷，因为刚才他吃辣椒跟吃那个柠檬吃到啥啥去了 ？OK， 好是陶瓷讲错、嗯。所以呢，有小孩的朋友呢，你们要放好来一点，就是放可能比较高，还是他们不容易碰到的。OK， 因为一撞到啊就会破了，就会碎了哈。它这个杯有两个，对，这个杯有两个。OK， 一个你们可以放牙刷、牙膏，一个你们当那个放那个水刷牙。哦，可以没？不要啦，这样没的东西、啊、放东西啦，可以。那个用普通杯就好了。OK， 里面有两个这个杯、嗯、，OK， 一罐这个啊，这个 lotion 的、嗯、，OK， 然后再来呢，就是还有这一个放肥皂的，放都可以，放肥皂的啊，这样子啊，嗯、这样子啊，四样啊。只需要十块钱，你轻一点哦，这个是会破的 ，OK？ 只需要十块钱啊，还可以悄悄做 music， 不要学我，不要学我。哎，这个破哈，我没有 guarantee 啊，因为我先跟你们讲啊，它破了送给我，这边拿回家剩三样，它会碎的、啊，它会碎，所以你们放住的时候要放在很安全的地方啊。我有跟你们提醒了，不要给小孩子拿到、啊，会碎，拿起来啊，它会碎啊。四样哎，只需要十块钱哎，很美哦，陶瓷的一个才两块半，对。黑色跟白色，一个罐都多好鲜亮。对，放在厕所真的很高级哦，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你们现在这样子看我们放哦，拿住，哎呀，好像你们不美，你们回去放在厕所就不一样了。对，会不一样的感觉。对，因为你们的墙壁啊，你们的颜色啊，你们的厨啊，还有白色东西下去就不一样了。对 ，OK， 我们今天呢直播呢就到这边啦。OK， 2:06了。OK， 好，我们也是做一个小时而已。今天我们的直播，然后呢，就是讲啊，就是这个星期天我们还是一样有做海鲜的直播，就是跟老板啦，跟王雷一起。OK， 至于会卖什么的，可能我们会卖点心类的，海鲜类有可能我等他来，我跟他 meeting 先 ，OK， 看看要卖什么鱼，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跟我讲，喂，我不是不要买。我的鱼还很多，我的虾还有剩 ，OK， 所以哈，我拜托你们，明天我要找狗没哈，你们吃给它干净。我好像在逼人哎，没有啦 ，OK， 因为东西收住太久也不好嘛，对，明天找狗没。叫朋友叫家人聚在一起吃完它 OK， 然后你就可以买我们的东西了，过年了吗？最后一天了，吃完它，明天不要留太久。我跟你讲，明天啊一定很热闹的，
因为什么？光明是我们华人正月里面的最后一天的新年了 ，OK？ 所以呢，明天呢，我们要去玩烟火，期待哦！要玩炮哇！明天 gathering 啊，明天 OK？ 明天我们要带我们的，讲讲带这些你有玩过？哎，你玩过吗？有啊啊！带一成他们去玩玩一下，去热闹一下啊、那个气氛啊，想再去印尼。初八不是在印尼，在玩到我看到你拍那个，哇，那个烟花很美，比我们那边还美嘞！我讲那边已经很多了。OK， 那边一走啊，走到哪里都有、欸。对对对，所以呢，明天呢是团聚的好日子，就好像吃团圆饭这样子。OK， 然后呢，我们的盆菜啊还有剩一些，如果你们突然间想不到要煮什么 ，OK， 你们呢可以给我们买盆菜。OK， 我们的网站还是有啊，138块包送货。微微，你的肚子出来了，我的肚子呢没有收到。OK， 我的肚子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出来着，摸边啦。OK， 人家有大G，最近我要生大肉，大力G，对，大力G，脂肪都出来了，没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我的肚子，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收过我的肚腩 ，OK， 我每一次都放出来，放出来，要敢敢的放，嗯，对对对 ，OK 了，好了好了， okay, 谢谢你们啦、啊，谢谢你们啦、啊，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们的这一个星期五的直播。OK， 然后呢，就是星期日之后，就是下个星期三，我们两个会继续跟你们一起见面。OK， 就是中午一点钟，祝你们明天元宵节快乐。对，我的屁股，我的蠢蠢呢？我的蠢蠢啊，蠢蠢来，蠢蠢来，蠢蠢忙着吃东西哦，他忙着吃什么啊？吃披萨，吃我鸡肉啊，吃那个素鸡肉，素鸡肉。OK，Hello， 文辉呀，来来来，一晨，来人家看你嘞，跟人讲 Hello 一下，宝贝们早起哦，Hello， 宝贝们在家，你叫宝贝，宝贝叫宝贝，宝贝宝贝，对哦。还是不害羞、哦、对了对了 OK 了，看我们明天如果哈、啊、有时间可以给我们开直播的话，我们就开直播 OK， 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掌光妹怎么度过 OK。 你呵呵什么怎么你笑到这样、买很多烟花啊，我们也去放烟花，自由去马来西亚看烟花，很快哦我们 OK。 好了，祝大家呢元宵节快乐，拜拜，记得 follow 我哈，记得 follow， 记得 follow 我，拜拜，去我们的网站 wangmei.com.hg 或者 WhatsApp 83790088。